郭麒麟的一个现挂让相声皇后和德云社太子妃两大捧哏一起拍手叫绝。2024全球巡演墨尔本站返场的时候，郭麒麟唱了一段他比较拿手的《照花台》，郭德纲听完立马夸赞说：“还是我儿子唱得好啊！”顺便就是重提调侃道：“德云社是你的了。”话音刚落，大林反应迅速回了一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郭麒麟望苍天，止不住的好伤怀，瞬间爆笑全场，把演出推向高潮。边上的两位顶级捧哏对视一眼，拍手叫绝。最近这一年来，郭德纲频繁在台上砸挂继承人的问题，光是澳洲巡演以来就提了三次。刚开始大林十分明显的拒绝之意，到如今十分完美的配合父亲。虽然他好久没有出现在相声专场中，但是肉眼可见，单就相声这个行当，郭麒麟这三年的进步顶前面十年。有人说他这是开窍了，实则更多的是自信吧。以前被老郭挫折式教育打压得太狠了，导致他严重缺乏自信心，哪怕有德云社班主的身份也没办法让他放开。现在他在别的行业有了可以在父亲面前拿得出手的成就，参加综艺、跨行影视表演，从各行各业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能在相声舞台上更加挥洒自如，所以信心瞬间就提升了。而且他不再把相声当成唯一的事业和出路，也不再执着于父亲是否认可自己在相声上的成就，反而可以轻松应对，就连声音都比之前中气更足了，台风更稳了。毕竟以往的风格是哼哼唧唧、娇娇羞羞，德云大小姐的称号只存在于过去了。曾经郭德纲儿子这个身份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老郭太优秀了，导致小郭想要冲破光环变得难上加难。所以在采访的时候，郭麒麟说，别人在提到他的时候，永远会去用这个身份来定义他，因为他不够优秀，让别人忘掉了这种身份而想到他本身。如今作为演员，他早已突破了自己，无论是《庆余年》中娇惯精明、具有可爱的二世祖范思哲，赘婿中独挑大梁的爽文男主宁毅，还是平凡之路中饰演窝囊律师潘岩，亦或者是最近大火的《滨水往事》男主角沈星，都足以让他在郭德纲三个字的光环下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提起郭麒麟，很少有人在说他是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而是说郭麒麟那个说相声的郭德纲是他爸，甚至提到郭德纲的时候会告诉大家他大儿子就是郭麒麟，毫不吝啬地说郭麒麟是绝对有资格继承德云社的。一会儿我下去抽他俩人去啊！啊，知道吗？我这赶紧火急火燎，回去还得推开北站的门啊！回去了啊！回来了，知道吗？下了飞机，我就赶紧奔这儿。哎呀，哎，好家伙，坐着风回来的啊！是是是，我以为我说到这儿来，对吧？您说这个我的后台，我这个好长时间不演出了啊！我好不容易演一个，我肯定是吧？您得对我，咱不能说百依百顺，那肯定不行。我可以，可以，也不谢谢您啊！哎，好儿子，再见。可以了，可以了啊！一会儿请于老师。哎呦，齁脏的。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您多少，您这回是不是得给我点面啊？哦，我这嗨，我儿子挑眼了。不是，你也没告诉我，关键你要摘一个真没有了，白蛇传你观众都跟着唱，那我不好帮你作假，是吧？你从我角度，我肯定我儿子最好啊，不管是为人处事、台上台下方方面面，我儿子没毛病。那你唱这三段都有毛病啊，儿子，这跟于老师学的全是毛病，是吧？不是，演成这段你刚唱，人底下都跟着张嘴唱了，这不好弄这玩意儿。但是我最后再换一个。哦，再换一个。要是这个唱完，您还会？完了，实在抱歉了，爸啊，实在抱歉了。怎么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不是，也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不要往黑粉嘴里递话题。不是那意思啊，我呀就是对这个舞台我就失了望了。哎呦，不至于，我就失望，太难受了。嗯，真的，因为你说是我也是从小在这舞台上长起来，那错了，对不对？我第一次登台2007年，嗯，正式说相声2010年，可不嘛。到后来就是也发现本质不想干了。哎，先你得好好说相声啊！我是为了什么呀？啊，为了给您这个开疆拓土。哦，哎，你说出去是吧？您就这个拍个戏呀、啊，认这些个导演、制片人。可是你拍了这么些戏，他们也没找我拍戏来呀、啊。你这个开疆拓土没有成功，儿子。哎，那于老师怎么拿的影帝呢？你看那什么？我给他花钱买的。啊，是不是？我这不还咱得需要时间吗？啊、哦，还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对吧？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我又回来跟您在一块演出。我是希望这舞台能给我提供一些。你得多说相声，因为以后德云社是你的。大伙儿做个见证啊，都是我见证、啊、一会儿这个整个十个剧场同时播放这一段、啊、没腿，我妈俩裤子是怎么着？怎么着这有腿 啊对对对，有一条腿啊，这个一条真腿一条假腿。哎，还一条假腿。怎么着没有假腿？哦，没有假腿。对，四条真腿。四条真腿，
干嘛跑着来的是怎么着？出去没有两条真腿。两条真腿。对啊，反正就解这儿啊，风摆荷叶雨润芭蕉就奔了书房了。哦，身前跟着这四个小丫鬟，嗯，春梅、腊梅、烟梅、影梅，哎，冒着烟去的。怎么都煤块儿？您这个叫什么？春梅、腊梅、梅香、秋菊啊，反正就这四个小丫鬟吧。就是把他母亲搀到了书房，嗯，推门进去一看，他母亲这眼泪当时就下来。看你什么了？大喊一声，嗯，老袁，嗯，外是吧？这我妈大喘气也受不了。员外，嗯，平日里欢天喜地，嗯，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问问原因。我是缺了你的吃了，嗯，还是少了你的喝了？真是。是没了你的带了，嗯，还是少了你的车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员外，这时候他父亲心里也高兴了啊，自己太太劝自己来了，哎，说说吧。哎呀，嗯，恩人，你终于来了，员外。恩人，至于这样吗？至于这么高这么矮吗？这个悬殊，悬殊，悬殊，这么些年也该长长了。你还站着板凳呢？哎，呵，好，啊，指不定没个头了，哎，啊啊，心里着急。哎呀，鹌鹑呢？鹌鹑呢？怎么？鹌人呢？哦，对对对，啊，哎呀，鹌人呢？嗯，我来问你，我将你取出来有多少年了？取出来？我妈打银行出来的似的，取过来啊。我将你娶过来有多少年了？嗯，有3000多年了吧？好嘛，白骨精啊似的，啊，3000多年了，多少啊？30来年了，啊，有30来年了。嗯，招啊，这30来年，你是为我生过一儿啊？嗯，还是养过一女呀？对啊，不生不养，我要你何用啊？这话说的，一说这话。当时他母亲这脸啊，啊，哭嚓就掉下来了。哎，什么叫哭嚓哭嚓的？这都不是形容相声，就脸掉下来了就完了。脸掉下来了啊！当时眼泪就出来了。你看，裤子都哭湿了。哎，着急。后来呀，这个哎，行了，可以了。您这上下级不行，信就要说这个事儿能说到天亮啊，太难。但是您各位也。出去别瞎给人传去啊！这还用传吗？这个，因为这些个不是真事儿，编的。哎，有人于老师这么搞笑，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是吧？包括嫂子的事儿什么的，好多就是生活中可能有个95%，嗯，有吗？那就是真事儿了，那个，把它稍微的用细致一点啊！哎，有，这全是您编的。那行，挺高兴。嗯。这个演出叫师徒父子，没错，师徒是我跟岳云鹏，对，父子是我跟郭麒麟。对了啊，我儿子很忙啊，所以说能一块演出那是很高兴的事情，特别高兴就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哎呦，给我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来说，行了，别说了，嗯，对不起，你跟他不一样，我多新鲜呢，他是大儿子，对，我是二儿子。接着分我的家产。什么呀，我来来，把他们几个人也叫出来，咱一块儿聊会儿啊。哎，站好站好，来，对，快来快来，哎，都认识，我也再介绍一下，从这边开始啊，那是我徒弟严鹤祥，我儿子郭麒麟，这是我在家长大的儿徒啊，这是啊，岳云鹏，这个孙徒，这是孙岳，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很愉快啊，一站一站的演，今天演完了还能歇一歇啊，歇了3-4天，然后就奔这个新西兰。新西兰演完之后去墨尔本，对啊，这个啊，可以上墨尔本找我去啊。嗯，到墨尔本你们尽管踢我，咱也没什么人认识。一般到这个环节，就是观众喜欢谁谁谁，愿意让谁表演个小节目，今天也不例外啊。来，各位喜欢谁？我喜欢。好嘞，我一猜就是啊。来，孙。人家说了喊我儿子吗？他不承认了，现在啊。哦，那个郭麒麟，
人家大伙儿喊你啊。好，最近都看我儿子演那《滇水往事》了哈。哎，这个你看，一看在那儿太受罪了，我给接回来了啊。嗯，不容易，那是啊。嗯，要不看给钱咱不去。嗯，是。这个大伙儿喜欢你啊。好啊，要不要表演一个小节目啊？有准备吗？那准备，当然得有准备了。你看啊，特意准备了，好极了。说天气，各位早了点儿啊。我这就等不及了，不，再等一等啊！怎么也得回北京给你，在这儿算哪一道？不行，我还得回那井盖里头。行，那我唱一别的，可以啊，咱们唱一《照花台》吧。太好了，是吧？太久也没唱。花台是小曲儿，你唱你的啊。行，我唱，就唱一小步。好的，好的，好的。咿呀嘛，好，金泰兴好像是啊。哎，好，唱得好，唱了，我儿唱太好了。好，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啊！行，德云社给你了。太草率了，要早唱早是你的了。嗨，就差这一句的啊。还有别的儿子也想唱。哦，那来来来，孙悦，他是那个孙子，差一辈了哈。来来，小悦来，小悦是我们这儿的歌星啊。岳云鹏最近还出了不少歌，哎，那个挺有名的歌，那个西门楼，大官人，西楼儿女，西哦，嗯，我今天换歌了哈，在上次在布里斯班唱的西楼儿女，然后我以为大伙会跟我一起唱，然后全场大合唱，这是我脑子里的这个画面，是，结果一个都没有哦，在布里斯班唱了西楼儿女，唱了稀里哗啦的，那么到这儿了，改了什么呢？到这儿换一个，好。唱八环，五环，五环啊！你看这悉尼这消费能力了吗？喜欢五环啊？他们倒是不是喜欢我，他们喜欢跟人一块唱。啊啊啊！你比四环多一环。你比六环少一环。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可能怕你身边的朋友笑话你，其实你身边的朋友也怕你笑话他，就谁也别笑话谁，咱们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夜晚啊，我们好不容易来一回，而且我们这爷几个好不容易再凑到一起，咱们来一个难忘的五环之歌，好吧？哦，别害羞啊，阿姨阿姨，主要看您啊，主要是看您了。啊，现在说相声越来越简单了，你只要抻出一个头来，就让他们自个儿玩就行。这边一般啊，效果一般。这边的朋友喊起来，尤其是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啊，这么话就行，开心起来啊！你比四环多一环，怎么没钱也没劲儿呢？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唱个别的啊！哎呀，特别喜欢这个环节，我都不愿意下去啊。最新的人唱给大家，好吧？好，来给您话筒啊，还要话筒呢啊！我申请问于大爷，大爷害羞，我不害羞，我有名不要脸。那个音乐，还有音乐。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调动白云蓝天。
天蓝，望眼青春大雾霾相见，大字写着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心里好友笑开颜，梦里梦外心万端，半山暗红艳艳，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八千，门前的别人会别问，小妹妹送我的郎郎，小妹妹送我的郎郎，就要送到了大门的路郎。哎，这也能唱？哪里有啊？这歌是一回事啊！结束还是怎么样？再唱一遍。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亲里好友相爱言，梦里梦外心月春花开，花开我是何年，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谢谢我最亲的人马前，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爸妈皱纹修仙，当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谢谢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家中妈妈皱纹成仙，当过岁月陪你到永远，当过岁月陪你到永远。谢谢后边的我看不见，就前面这些位把我乐坏了啊！真敢跟着唱啊，一边编着词儿一边跟着唱。来来来，都往前站，都往前站，这很开心啊！哎，来郭经理，来我们唱一个大戏箱子，好吧？好。来来来，好唱，好唱那关。来来来来，陆小青从开始，八掌开始啊！哎，好，还是我啊！来，好。小琴童来，啊，来，啊，来，于老师哎，不消停，他手掌着灯笼走进房中，他尊容得当，尊容相公安歇睡吧，您哎，明日清晨早为登城啊，到了吧，起到起到墙。早为登城，早为登城，秦内同说话欠点聪明，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啊，美貌的佳人啊，火化兵啊，年太平，不该来借宿就在普救寺中。相逢啊，这也是这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啊，说话之间跳楼起了灯，年太平。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